天我们来到了一家菜色丰富的西式茶餐厅，而这里就是大胃王美女们的决斗场所了。而眼前这些便是为他们准备的美食佳肴。比赛规则非常简单，谁先吃完谁就是大胃王冠军咯。今天的菜色共有15道菜，里面包含了5份主餐、4道开胃菜、4道点心、2份甜点，足足要10个人才能够吃得完的分量呢。大胃王美女果然个个有备而来，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工作人员在准备食物和场地的时候，每位美女早就迫不及待露出饥渴的眼神，蓄势待发喽。你平常食量大吗？还蛮大的。多大？一天那你今天你看这些菜色，你觉得你对哪一个最没有信心？就是你最不喜欢吃的沙拉。沙拉，所以你不喜欢吃菜了？不喜欢，不是不喜欢吃生的菜。生菜，那种肉类啊，还有这种炒面类的。好，我看你在比赛前一直在看我们菜色，你觉得这几道菜哪一道菜你觉得你吃可以吃最多？吃最多，是这一道吧。这个肉的这个吗？那你觉得1号到5号啊，你觉得谁会是你的对手？谁？5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他？我那时候在路里，我有看到他的休息室化妆，吃了大珍宝凉面跟几套啊，这么多，很夸张哎！大家都有现在洗一点就好了。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有啊，因为五味这个昨天都没有吃。你一整天没吃，就为了来这边大吃大喝。对，所以你觉得你可以把它全部吃光光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那你觉得你的弱点是哪一项？我没有弱点，所以全部你都爱。对，都还蛮喜欢。你平常有比较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吗？我喜欢吃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好，你可以一次吃多少？可以吃好3-4人份的。好，这位就是每位美眉都把它当成对手的。哇，你平常食量大吗？就一般咯。所以你今天来有信心你可以赢过他们四个吗？应该 OK 啊。那你在来我们之前你有做一些准备，可能就是一天不吃东西或者是什么的有吗？我刚刚只有吃中餐。看完美女们的战力分析之后，想必大家对谁能获胜感到好奇吧？比赛马上就开始喽！开始！好看各位美女们狼吞虎咽的。我5号已经快吃完了，那你们快吃完之前，5号赶快也要去吃一下。我还跟你们拼一下，其实啊，我食量也很大哦，不要小看我，我食量很大。美食当前，伟如马上自作主张加入战局，但是在伟如刚要开始的同时，2号跟5号已经刻完了第一道凯撒沙拉，准备要吃第2道菜了。好，比赛持续进行，每一位参赛者都展现了无比的食量，5号甚至在等待上菜的空档还偷吃别人的东西呢。就这样稀里糊涂进行了20分钟，每个人的刀叉从来都没有停过哟。好好吃哦，而且我已经吃到3道了，他们进度怎么可能比我快？我去看一下。超好吃的，这个汤超好喝的。哇，你们已经吃到4道第5道了。 Oh my god， 5号已经吃完4道菜，准备吃5道菜了。那你呢？还好啊。还 OK， 小 case。 你呢？还没。还二号怎么样？还 OK 吗？快吃完了，快吃完了，不能挑食，这红萝卜也要吃哦。你呢？你 OK 吗？跟配菜，配菜都 OK。好好好，加油！我自己也要加油了，赶快回去吃。果然跟大家先前预测的一模一样，5号飞快地清光他眼前的所有食物，而且速度似乎没有慢下来的趋势哦。这样的气势也让其他四位大胃王倍感压力。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呢，5号就已经领先了其他人1道菜了。我已经吃不下了，我放弃。好胀哦，太多了啦，怎么可能吃得完？于是伟如在第4道菜吃到一半的时候决定放弃啦。
而来看看参赛者这边，二号似乎吃得相当开心，而且游刃有余在享受美食。不过其他几位的速度比刚开始的时候明显下降了许多，而实力深不见底的五号仍然狼吞虎咽，丝毫处于饥饿状态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喽。好，依目前这个速度呢，五号呢暂时领先，五号已经吃到第十道菜咯，现在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怎么还没有意大利面？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啊，对，是这个下一道，赶快吃，吃完以后意大利面就来了。好，现在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的三号，三号 OK 吗？我也想吃意大利面。你想吃意大利面，那赶快把这吃完，再吃完那个面，意大利面马上就来了， OK 哦，加油加油。一号怎么样？ OK 吗？有点饱了，有点饱了，所以放弃咯，吃不下咯，很饱咯。好，那一号出局。一号卡在分量颇多的炒饭这一关，率先投降了。不过其他参赛者好像也有状况发生了，好像是吃不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吃不下，还很饿，还很想吃。这个是泰国菜，味道没很喜欢。你不喜欢它的味道？对。可是五号都吃成这样子，都已经快吃完嘞，然后加油啊！没关系，秘密武器。哇，你自备还自备酱料哎，真的。秘密备的。所以你平常吃都会加这些？对啊，就想办法把它。赶快加，赶快加！吃完了，我要吃意大利面。你吃完了？天哪！你看都没了，面都没了。啊，意大利面赶快上来，他饿了。到现在有饱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塞牙缝 OK 吗？嗯。哈，你好会吃哦，已经第十一道了。天哪！加油，继续加油喽。五号的表现只能用惊人来形容。再来看看其他人的进度，另外两位也开始面有难色了，只剩下二号还是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。不过一回头看看店里其他客人，对于眼前这几位美女的食量，表情好像在看外星人一样。好，四号你也面有难色了，怎么了？有点吃不下。吃不下，撑了哈。对啊，非常饱。很饱，那你觉得还可以再挑战下去吗？不行了，好吧，那四号就出局喽。于是四号也在第十一道意大利面这一关宣布放弃喽。眼看现在只剩下二号还能跟五号竞争，到底谁会是大胃王冠军呢？志玲，这个给我吃。好，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拿一号的饭？因为甜点都来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没饱。你还没饱啊？所以你想要吃一号的东西？对。哇，你食量真的很大，我的妈呀！妈呀！听到五号此时还能发出饥饿的讯息，当场让二号、三号傻眼，外加斗志全失。而接下来的时间也似乎是五号的个人表演了。只见他不急不徐，一口一口将最后两道甜点放入口中。将2小时13分43秒，你吃完了，大胃王今天就是你耶！惊人的比赛结束了，一号总共吃完8道菜，二号也超乎常人的吃完12道菜，三号也默默的吃到了12道菜，四号则吃到第11道菜。当然，最厉害的还是五号，吃完了15道菜。好，我们今天大胃王冠军就是五号。很会吃，很会吃。知道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原来还是有人比我厉害，真的超强。甘拜下风。就是今天真让我大开眼界，因为五号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就是很佩服。见识到那个五号的恐怖，觉得那个，对。